热舞斗奶摇臀，拼抢 UNIGIRL 甄选。在各队积极在烈日下进行春训的时候，来看看统一高志刚及汤兆廷在打造什么样的秘密武器。大家把你的双手借给我，让我们一起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 UNIGIRL。 原来高志刚和汤兆廷是来当评选，将帮大家评选出青春有魅力的 UNIGIRL。 因为星球界的 UNIGIRL 将进行扩编，将从昨天14名的参赛者决选出6到8人，参赛者使出浑身解数。新闻，两位评审可看的聚精会神报道。